chaud.这本来应该是正的，不过我看起来它写的是斜的。这是看起来要写正，可是它是写斜的，在下面这里。是斜的哦，不是正的。斜。看起来这边的笔用笔比较温润，也比较慢。有时候它刻的好的哦，真的会看得出它墨意啊。虽然这明明就是刻本，可是刻的好就觉得，哎，某种程度它好像表现了另外一种意思，隐隐约约啊。所以通常一个这种刻本啊，写出来会有几百个样子。大家体会都不太一样啊。如果是墨基本呢，100个写出来100个，只有一个样子啊。100个你去写，就会有一个样子。这就是清楚跟不清楚。所以字体越不清楚啊越好，它的创造性越高，字体悲雅越残破，它的创造力越高；悲雅越清楚啊，创造力就越低了。这个油上面就躺得比较平，好像每次写字的时候，它会就稍微有一点差距啊。差距是一种，应该算是一种写字的自然态度哦，不是制式的啊，不是套公式的，而是心我所想，然后写出来的东西。右边两个左字要剁，开始制造弧度了。间隔距离。上去，好很多，可以训练耐心呐、啊。我一直觉得写书法是一种漫长而寂寞的事情。哦，真的很寂寞。你在写啊，谁管你啊？你有所体会也是你的事哦。别人都不知道你在乐什么，觉得有个笨蛋一直在写字，有什么好写的？写来写去不是那几个字而已嘛。所以，其实写书法还算是孤单、寂寞、
啊，不会冷了，应该不会冷。你有时候觉得还蛮高兴的，有发现一点新东西，或做到一点新效果，或是有一点点小小的体会。可能这个体会明天就不见了，但总是有嘛，人生就是如此。所以写书法就是要耐性，没有耐性其实真的不要学。除非你是拿来说，我是要培养耐性，我本来就没耐性，所以我偏偏要用书法来锻炼，那还可以的哈。如果你能靠书法锻炼出你的个性，那表示你也是很厉害的。